上次传给我的照片很特别。会吗？不就用脚趾比了个赞？你确定只是比一个赞，还是有其他的意思？你跟高毅不是太熟，还是先别靠太近比较好。你不要以为没有人知道你做过什么。你是不是喜欢我？还是你和你的警察前男朋友在调查我？每周六晚间10点 ，TVBS 欢乐台42频道《翻墙的记忆》。